各位乡亲，大家午安。因为很欢喜啦，大家我很有精神的。今日这个课程，咱来看这个是啥？闭幕啦，员工是总复习啦。安怎叫做总复习？咱三天来所读的，拢来过来了解一下。首先啊，因为感谢大家来参加，因为咱有恁啊。咱这个因为有恁来上课，咱台湾才搁较有希望。大家为家己鼓掌一下。即卖要过来讲一寡。应该上课，秘书长拢讲过啊。我即卖要过来讲，因为咧复习嘛，大家搁较增加这个印象咧。咱来看这个，这是什么？这个。子子啊，这个好像写唔对呀吼，这个是不是改一个啊？啥？遐字吼，写个改一个，这个吼。系歹见吼，起码，就是要甲你讲，因都准备要走啊，啊无天哪，爱去把他。伊要删除废除啊，这敢大家会知？有甲咱人民讲哦清楚啊无啊？所以这就是真正确的吼，因为这个吼，迄个字对，哈，对啊，迄个字啊，吼。好了，咱即马来看吼，咱即马来看，第一个是啥？这吼会址呢？哦，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的组织会址，过来外交啊领事，我们领事事务局的组织的会址。啊，过来劳工保险局的组织会址，啊，甲这下交易法会址，来啊，这东西啦，啊，过来这里下监狱组织会址，啊，监狱那边会址，啊。无，咱去想就知影。啊，如果咱要来接了，咱干那两种尔，咱是啥？死刑甲鞭刑尔。啊，所以因会处拄啊，我拄啊咧下咱的迄落，你知吼？啊，这是啥？国有企业吼，这组织啊，这样会处吼，啊，这所以讲，咱过来看，足济个啦，来过来看。那一下好过来，这下面，啊，这哪会址啊？好，啊，过来，哦，这里叫做刑事警察局哪会址？后来，
航空啊，这里有做警察啊，那是会职哈。啊，个这里有做啊，警政署这里啊，警察广播电台啊，那会职。啊，今嘛哪要来播呢？哦，这是机器厂会址啦吼，啊，这里有做啊，国家公园警察哦，这样会址啦吼，内政部这里民防啊指挥部啊指挥哦管制这里会址啦吼，较简单嘞，你看这里保安警察会址啦，啊，这个什么，这里警啊国道啊这里会址，啊，过来。财政部啊，啊，这个哪会址啊？啊，过来，金融局哦，我过来，啊，哪会址嘛？吼，啊，抓来看守所啊，这里在哪起会址？啊，过来，侨政人员这受训啊，这里训练所这哪会址了？吼，啊，过来。卫生署国民健康组织啊，这哪是会址？哦，啊，这疾病管制这里啊会址。好啦，安尼，恁大家来上课有解答啦无？这得转去，恁有诶看无啊？啊，就是确实，因就是要走路，唔知会伫里咧会址。这拢甲美国讲好好，实际上，咱台湾民政府无遐搞。美国甲咱交代，咱就拼也袂搞。拜托大家好无？转去，搁叫三五来上课。那个这个数呀，咱一定甲美国讲，你以前甲咱交代的是要四天的，阮四天的交啊，安尼你就爱，互阮来处理。啊，实际上，伊那第二日甲咱做啊，啊，这都伊咧做，无咱哪有法度呀？咱也无穿，也无迄个。啊，咱的主张是啥物？我来问一下，复习一下，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啥物？咱一定是不使用武力，啊，不使用暴力，我们用各种方法使流亡政府早日离开台湾的啊跟啊澎湖，他们回去哪里？金门、马祖跟平潭，这让美国足早就甲咱讲好啊！啊，大家都唔相信咧，足早来，咱过来，我天哪，也有哦，也袂了吼，无要紧啦，这实在太济了吼。太济也袂了，啊！咱即下个切卖个看落去吼，咱时间上的问题吼，这是啥？美中安排 ROC 的难民要回归，这个所在啦，回归这个所在啦，是安怎讲？美国的原则是讲。和平转移，他们已经跟中共签了 F 化了，他们回去不会被杀头。以前是国共内战还没有签 F 化，啊，所以他们去会被中共抓去枪毙。现在都签，已经和谈了，啊，和谈已完，啊。也要给他住的啊，他不愿意留在啊台湾，要怎么办？这个案例啊，早期
孙立人事件，大家去想这个历史，孙立人事件。啊，麦克阿帅叫孙立人到第七舰队去见，跟他讲，你准备要来接管台湾，要把蒋介石赶下来。啊，孙立人这个人的话，就老实的讲起个，蒋介石讲啊，啊，蒋介石加安话，加着冷静，不怕怕死。伊讲哦，你祸先事先甲讲啊，无，全全拢是冷静嘛吼。这个故事大家唔知知无？起码就是要甲大家讲，迄阵啊，美国都甲菲律宾讲。要安排菲律宾让一点所在，和这些流亡政府的高官去底下，拢讲好啊、哦！菲律宾讲好啊、哦！我阿多孙立人讲，阿多又韩战爆发，所以美国以他的利益啊，怎啊，搁好延续下来？阿吉嘛？发签了啊！你有好在好回去啊，就是安尼啦。啊无，咱会知啊，咱无遐搞，咱也唔知美国无美国讲的要哪会知？啊，伊安怎你知啊？因为伊签了，啊伊到遮要甲建设一个两岸共同管理啦。好啊，这是事实的代志啊。天来是因为福州的新闻的报道啊，吼、哦！咱甲咱本土台湾人讲，本土台湾人啊，无咧信道啦，真正嘛，这都是安尼，无法度，好过来了解这里，这都是啥？这共同啦，五个共同啦。共同规划投资建设，共同管理，共同受益。啊，这是就是讲要台湾平潭岛的特色。这讲属严重的代志，因过来有经过海关啊无？无啊。啊，咱会惊还袂惊？这就是予大家去了解啊。啊，咱去也免，啊，怎入去？啊，怎啊？到遐代票啊用哩？啊，咱遮医生啊过去，中医师过去，会使伫遐咧开业的。啊，实际上拢讲足好啦，但是有个人就唔知啊。啊，遮台商拢去用。骗骗去啊！大家讲安尼会好康的来下报一地啊！好，咱来看这个影片，和大家清楚这里。那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单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00-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娜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00-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
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是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好，安尼，咱会清楚哈。有话讲，咱台湾较歹趁食，过去遐。实际上啊，咱去拢是做因的安怎？因伫因拢做主管，啊，你拢去做啥？伊拢用台湾人要来管台湾人啦，因的心态是安尼啦。啊，甲咱这些资金拢吸吸去，咱怎啊来看受害的台湾这个影片，予大家知影。后来，咱这边要来看。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洲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安尼大家思考看卖，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看卖，因为恁有来上课，会了解整个足清楚。回去啊，
恁遐个亲戚五十有去用骗去无？有去用骗去哦？有去用扣去啊无？这都我参加北京一个仲裁人的研讨会，我伫遐，迄差不多我两三年前吼，我去参加，问因迄个叫做人民大会法官，讲奇怪啊，哪会台商去恁遐甲恁烧过，哪会拢输啦？伊安怎讲？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违背中国政策啊！中国政策是什么？啊，你是我的敌国啊！敌国的人民当然进来就跟你宰啊，很正确的嘛。咱家我有一个人士来访问，伊是上海，讲要去。北京接受辩护人，伊是律师，我同我甲问这条啊，伊安怎讲？讲我们有法律啦，都按照法律啦，啊，法律没有的，当然是依照中国政策的来判啦。啊，什么叫做法律？他如果伊把法律盖下来，不见了，不看了。刚刚不是讲啦、啊，他根本都不跟你用法律来啊！啊，你唔是去遐保释的？美国甲咱头讲，咱啊执政的时头500万人左右啦，伊唔爱待台湾啊，伊要去待遐。所以因遐伫咧建设，啊，因就是要去遐安身立命。中国那要设一个，予伊到遐，咱凊彩用卡达乌想哪在，咱啊500多人，咱有这个台湾的经验，走去中国去，啊那。到处拢甲你，底下咧游行，底下咧甲你革命，啊，伊都足乱的啊！恁台湾遮来拢来遮，来遮恁乖乖在遮，因啊发生什么代志，迄叫彻底交通管制，我拢伫这个小岛内底，啊，足好管的啊！这就是我伊个下到伊个政策嘛，所以大家来上课一定爱去思考这个问题，吼、哦、啊，咱来遮读册才有意义啦，哦啊无啥物啊，有诶讲啊都无啥物啊，啊实在，互大家开朗。啊，因为伊咧甲咱讲的拢用骗的，流亡政府拢用骗的啦，啊，无法度啊。我以我来讲，阮老爸我叫奥多山，阮老母我叫卡姐，啊，伊叫我先讲呼咪哦，呼咪哦，好我。啊，所以我是呼咪迄个，哦，文嘛，哦，啊，文就是呼咪嘛，哦，爱叫我，啊，啊，所以伊讲咱是中国人，啊，你若讲咱公民，咱咧伫校咧读公民，公民20岁就公民安尼。咱提迄张，伊都唔敢甲你讲恁是公民啊！咱提迄张是啥？
国民嘛，啊，这是正确的嘛。啊，佫甲你做记号哦，变过佫甲你做暗号哦，有啊有暗号啊无？这转去吼，因为警察局长都唔知讲有暗号啊，你去甲讲，啊，咱哪会知？我都讲过，咱无遐敖，那无美国甲咱讲，咱哪会知？安尼来遮上课有价值啊无啊？哦，感谢啦，感谢哈。即嘛，我爱拜托大家，因为大家拢有少年的囡仔也好，少年的亲戚也好，爱互因了解咱本土啊正确的台湾历史。美国若惊到呢？最近三月30以后，伊讲诶，啊，美国伊若惊到，伊讲无紧来讲互清楚，到时台湾遮个少年诶拢毋知影正确诶台湾诶啊历史啊诶真相啊，到时因讲要来划独立，独立的战争呢？你要为台独立出来？我跟你讲，李登辉总统，李登辉总统做13年啦，连续哦，因为伊第一届啊，李登辉总统就职的时候，我入去国父纪念馆啦。迄阵啊，伫国父纪念馆第一次就职的时候，全球来入去伫国父纪念馆的人，才头200个啦。我其中一个，我入去。我即摆我要补充，这是啥？咱的徽章呢？嘿，这我有参考李登辉总统，入去遐人送一粒，啊，我有迄粒，啊，咱拄啊要做徽章，啊，我迄粒怎提出来，秘书长讲参考，哎，不错，哦，完成。所以我要甲大家讲讲，李登辉总统做13年。台湾有改变无？有啊，无啊？啊，变啊，做8年。台湾有改变无？无。啊，是安怎？啊，就是安尼嘛。美国支持台湾主体，啊，这个主体是啥物？来看卖。啊，奥托啊，诺米，这就是安怎？互恁自治啦，面顶有人啦，啊，所以讲李登辉拼到要死啊，讲好啦，来个会神啦，迄个美国讲袂杀你，啊，才变啥？啊，即卖要有台湾新政府呢，所以。你就足清楚。过来，阿扁也讲，我要来参加联合国台湾共和国，申请书写写来加寄去，寄去联合国去，联合国连开也歹开，甲你退倒转来。啊，佫刷落讲，啊无咱来公投，大家听听讲，哦，对啊，咱的公道，咱住伫遮的人，咱遮就是咱的啊，咱要决定安怎就决定安怎。美国安怎讲？
你是麻烦制造者啦，有啊无啊？有听到这句啊无啊？啊，这是啥？啊，这就是老早就是因的定义，就是讲你们台湾根本没有这块的啊土地所有权，到底这些人没有土地所有权呐、啊？这个土地所有权是日本天皇的，你要跟日本天皇讲好，像英国联啊，英国就是大不列颠帝国联邦，加拿大，他也给你这个土地都是英皇的，按、啊、你们去。自治成立一个国家啊，你们对外都是加拿大，但是你是联邦里面的啊，那个啊，他们的英国国血里面的人啊，澳洲、纽西兰，啊，咱起码变成啥？爱去甲日本天皇讲嘛，所以日本天皇到底家，到底这个所在啊，去内底就是啊，啊。这咱拢会去公布，这个就是啊，对啊，这就是，奥巴马先世就职就是是美国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轰炸台湾，啊，日本啊天皇投降，就是他是战胜国。只要占领全国，啊，这就是这个情形嘛，啊，这人很清楚啊，啊，是安怎？这是什么时阵？这是四月初五呢，啊，到三月三十，美国遐才紧张呢，这些少年人当时咧武下啦，啊，唔知啊，赶紧发一个信息出来好，这。三个 CIA 的那个档案，秘密档案公告出来，迄阵啊，啊，迄个档案，我看伫迄个以前的啊，新竹州，即嘛是自治啊，自美代表吼，伊个档案内底啊，有美国。机密档案拢放出来，丢三个出来，啊，这拢是啥？甲这拢有关系啦，甲这个拢有关系啦。安尼我看大家足清楚啦，安尼有清楚无？有。所以少年的转去啊，爱去甲少年的讲，遐鞋印啊，遐太阳花，遐少年的啦。我们上面还有人呢，啊，还有人呢，这去了解这个是什么，安尼就足清楚。个人赶紧来受训，这是百分之百，其他无路用啦。你迄阵啊五十万，全世界拢出来行，有路用无？伊若无爱插你啦，啊！你要安怎？无路用啊！都爱叫这少年的学生囡仔拢来上课，啊，来遮了解伊阿伯啊，就是替人民做寡代志，这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啊，当然，这是附带的啦，甲大家讲啦。这个什么人？这个是附带教授啦。好、哦，啊，附带教授啊，伊讲话用用，怎说入去行政院啦？人入去行政院，伊也怎啊爬楼梯怎甲说入去啦？啊，说入讲伫倒啊？拖地啊，开起看啊，去发现到这张啦，发现到这张啦，
你看，发现了这张，这张啥？啊，大家，伊只写甲足好写的呀。伊只安怎写？伊讲啊，遮啦，电子官网的公文啦、啊，上班遮的官员。一天都要点五十摆，这就是再来你伪造什么？讲较歹听是讲伪造民意啦，好啦，伪造迄个叫做啊，讲哦，大家这个啊，这个法案足啊足好个啊，咱这个政府足好个啊，你讲好啊唔好啊个啊，若好就点了啊，就按赞啊，就一个人哦。啊，今仔日这个这个官员啊，这名不爱互不爱互知啊吼，这名甲擦擦起来。你看，伊今仔日这个秘书啊，黄秘书小姐，无点，吼、哦、啊，这摕咱人民的税款交的税金去弄来做骗的，安尼有漏开无？这是啥？行政院呢？行政院呢？最怪，莫怪，莫怪，安怎？迄个叫做啊，行政院长发现就讲，哎呦，这个有问题，啊，无加迄个，就赶紧要退休，啊，就赶紧迄个，啊，唔再过去出代志，最近出代志出个安尼。大家知影无？通关的啊，副馆长啊，贪污啊，和迄话，你看安尼，提行李箱入去1600万，啊去拖出来，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啊！伊拢无代志啊，林医师啦，无啥物代志啊。啊，甲迄个叫做啥物？台北迄个双子星，迄、那个叫做赖世如啊，那无代志啊。啊，就是拢是遮个啦。安尼，因啊足好，啊，因都要甲你凊彩好康的拢好，遮个叫做财团。啊，这人民。艰苦，你袂过去也无咧呀，啊，这就是安怎，这纯正常啊，啊，咱看起来咱就足清楚啊，吼、哦，啊，搁咧搞白色恐怖啦，吼、哦，啊，这大家应该，互大家知影，迄天啊，30号迄天，啊，3月30号，全世界美国较先进的国家，日本、英国，啊，甲啊。较先进的国家啊，太阳花的号召，全美国拢有出来行街啊咯。啊，伊即卖安怎呢？外交部啊，讲叫海外团体啊，啊，啥物人负责带头？啊，即要来做一个啥？来收集遮个资料，啊，要等于啥物？这就是白色恐怖嘛。啊，这种事实啦，啊，我唔是咧捏造，吼、哦，啊，这拢予大家清楚了解吼、哦。啊，当然，这就是，伊讲海军陆战队啦，将要裁撤啊，事实上三军都裁撤了啊，啊，起码啦，第二裁撤，啊，头拄啊，予恁看。啊，这是啊，类似国防部的啊，这拢在猜测啊嘛。哦，啊，这啦，这就是有东西啊吼。咱好啦，这啊，这我看吼、哦，准备的这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哦，咱较爱予大家知影的，就是安怎哩怎。这张啦，这张大家应该拢爱了解。
这是什么时阵？9月8日，美国华盛顿 DC 四季酒店的庆祝酒会，啊，上人两张照片，讲啊，这两张啊，和秘书长，伊就会清楚。啊，摕到这两张了后，哦，咱家当年12月20日甲12月25日。拢会去吃啦，为吃入去啊去吃。大家有要写历史啊无？哪有要写历史啊？高级班毕业了后，啊服装传这里，咱12月20日过来吃。迄实在真感动的代志。大家唔知道，我去3次啊！哦，当然，这咱，我看吼，我看，咱安尼，我去3次啊！吼，就是安怎哩怎？咱这个旗啊，第一摆咱要入去。第一个级别是两个啊，做关卡哦。伊讲这袂使，这我都唔捌看到这个机啊，这拢袂使压入去，拢叫咱收起来。啊，咱就底下讲，咱是啊，台湾民政府啊来遮要拜天王，那照讲咱是咱啊，迄、那个天王的子民呢。咱要来见，啊！伊啊，这个入来，咱甲因交涉，伊入去，啊，搁去沟通啦，咱甲讲过去沟通，到尾来讲，这期会使予咱压入去啊！好，大家精神大作。入去内底，原早拢干那这期尔呢，啊，干伫遐咧画。万载，吼、哦！天龙黑甲万载，天龙黑甲万载，天龙黑甲万载。即马唔是安尼，即马万载两支安尼。伊讲天龙黑甲万载，天龙黑甲万载，天龙黑甲万载两支安尼。啊，这就是啊，已经画3年安尼，画甲日本拢清楚啊。因要来改啥？因要来改因的。迄、那个叫做啊，迄个叫做美国啊，甲定个日本宪法，伊要来改啊，要回归啊，要来实施这个，好，因安尼台湾唔才会收倒转来，所以咱会了解讲。现任的，做日本的啊，应该首相，伊那一直要改日本的宪法，就是这个情形。啊，佮咱三啊，迄、那个差不多2月外有日本。一个作家吼、哦，啊来访问，佮转去，佮去发表一下，所以现在大家拢知影。所以咱即卖来去是第4年，希望大家拢来参加，啊，互伊阵容佮较大咧，互伊日本皇帝啦、日本啊天皇啦，佮较欢喜个，讲安尼好，台湾互恁自治啦。安尼好啊，唔好啊！啊，即卖要讲这啦，这吼，因为大家爱拜托大家拢爱去清身份证嘛。啊，咱即卖是啥？咱是芯片的呢，有诶拢讲哦，
无影无一只，伊迄毋是芯片，咱即嘛是芯片的身份证。所以咱要来放三例，哦，咱即嘛来放三例吼，诶，现身说法，咱诶去美国访问团诶现身说法，互大家知影者来。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秘书长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行，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灰熊肝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二变成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1=2，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啊，我要告诉大家哈，他本身是一个牧师。牧师可以不可以乱讲？绝对不可以。所以他的现身说法，我们回去拜托两件事：第一个，赶快来办身份证；第二个，来受信。好，这个是我们的啊。任务啦吼，啊，咱即马吼，替其他拢外讲，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咱即马要讲什么？即马就是要拜托，老听到咱闭幕式的海外啊本土台湾人，请因来啊上课，啊，若有回来。拢来啊！咱的州的办事处行行咧，伫台北啊，伫这个重庆北路哦108，各州拢有咱的名片，放伫咱迄个报道遐。咱大家若要出去介绍，咱下课了后去提挂一挂名片去分。啊，咱今日就到这，感谢大家。各位同心，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到这里结束哦。啊，麻烦把你们的椅子哈、哦、拿到桌子上，好、哦、放横放哈、哦，把你们的椅子放桌子上，好、哦，麻烦你们，谢谢。